我还小，我很年轻。你是？你老了。你也老了。我没老，我很年轻。我没老。你几岁了呢？我几岁？我二十岁。我生日。二十岁是儿子。二十岁是儿子。是儿子。是儿子。我比你儿子。我比你儿子就好了。我长得儿子。长得。Thank you. 你好。你好。运气不好。为什么？你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你说为什么？你要说为什么，不然我不信。因为我的沙发。你的沙发。我的沙发。沙发的沙发。哦，你的我的沙发有你的巧克力。你的巧克力。我的巧克力，但是你吃了吗？你是我的巧克力了吗？所以，那么彪，笑死了。不是，我吃了，但是是你的巧克力，所以你的错。你吃了，所以 你为什么给我是你的巧克力？不，但是你吃了。不，但是是你的巧克力，我的巧克力，所以你的错。你为什么给我？你谈了我整了。啊，너무웃겨啊，너무웃겨진짜아언니나먹을래我的沙发，我的沙发是白色，白色的。那你沙发应该是黑色的，没有。你应该买黑色的，你买，你买，你买，你的沙发，你买。我的沙发，但是现在有你的小颗粒。什么颜色？黑色。OK， 잘한다민효씨진짜잘한다아잠깐만아니면黑色。黑色，你刚刚说黑色。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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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好吧。你的沙发也灰色。我想一下，我沙发灰色，一样的颜色。一样。那你应该买你那时候就应该买黑色的沙发，干嘛买白色的沙发？因为白色漂亮。黑色更好看，你更喜欢黑色。不好看。好看。不好看。你说我的沙发不好看。我的。你说我的沙发不好看。你的沙发灰色吗？灰色。不是黑色吗？你说黑色。你说黑色吗？왜이렇게똑똑해이사람와저지금중국말도수화수화래민현이는뭐입었어요黑色。那灰，你喜欢黑色还是灰色？灰色，灰色。那我的沙发是灰色，我沙发给你，给我，给我你的，你拿走啊，你搬走。那是你的沙发，拿走。很小，不好。我的小东西很大吗？你的小，所以我你。啊，여러분，哇，지금哇，지대哇대박哇대박，一点点小。나애기니까작은거써도돼언니는뭐就你是 AD 吗？我是啊，我是 Neverland 的。你几岁了吗？我比你小三岁啊，两岁。两岁。数学不好。没有骗人。没骗人，我九九年，你几几年？九。什么？这是七。这是什么？九七年，九七，我不是 AD， 你也不是 AD 啊。有人说 mini 中文比书画好，真的吗？啊，我知道。哦，你再说一次，你再跟我说一次。我是我们队里面中文最好的人。